LYSX15水平分体式垃圾压缩机是我司在对我国乡镇生活垃圾现状及收集方式调研基础上自主研发而成的，具有完善的成套技术和先进的工艺。本产品适用于生活垃圾的压缩运转，可有效提高垃圾运转效率， 减轻人工劳动强度。 LYSX15水平分体式垃圾压缩机 压缩效率高，循环时间短，压缩力大。本产品配备的为定制加大上料斗，普通侧上料料斗容积约为 2.5到3立方， 本产品上料斗容积约为 4.5到5.5立方。 压缩机与箱体采用无导轨设计，间隙小，不易使垃圾进入箱体后部。压缩机设有污水收集导流装置，将污水集中排放至污水收集池，保证站内整洁卫生。设备采用 PLC 集中控制，自动化程度高，系统带故障自动诊断功能，操作界面直观简单，采用独立的集成式液压站。 液压系统关键元件选用国际名牌产品，系统可靠性高。垃圾箱带有污水滴漏收集装置和防垃圾掉落密封门，有效防止转运过程出现二次污染。拉箱，爆抓爆紧， 闸门上升，垃圾收集车卸掉，料斗倒料，垃圾压缩，循环多次。 满箱提示，垃圾箱与主机分离前准备，爆抓松开，推箱，左右移箱。 勾箱转运，转运完毕卸箱，喷淋除臭主机。 除臭喷雾。